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初日分就是六点到十点呢、啊，早上六点到十点呢、啊。中日分就是十点到下午两点呢、啊，又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表示布施啊很大很多了。后日分就是下午两点到六点呢、啊，也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。百千万亿劫又布施了很久远，长久以来一直布施，一生布施啊，不得了啊！这色身是大家所贪爱的，用这个身来布施，就是不要命的布施啊！哎，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很大啊！可是功德比不上什么？哎，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如果有人听到这一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信心。不逆，不逆就是顺佛意的，不违逆佛意啊！了解万法毕竟空寂，除了你自己妄想颠倒执着着相以外，其实本无所有，在本无所有的万法里面，强烈的执着分别，因此造无量无边的恶业，继续轮回生死。如果有人听到《金刚经》，万法皆空，彻底的放下，顺从佛意，那违逆就是不回，就是。不顺佛意嘛，那不利就是顺佛意嘛，就信心顺佛意啊，顺佛意就是毕竟空啊。一下悟入不生不灭的明心见性的法门，其福甚彼啊。简单讲，有量有相的东西就一定比不上无量无相的法门啊，就绝对没办法比的啊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啊，为人解说啊。你把这个经典呢，我们现在都是不是书写啊，以前的那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啊，没有印刷术啊，当然就书写读诵啊，为人解说啊，现在印刷术这么发达了，不需要啊。造法是这么说，从单至晨呢、啊、名初日分，就六点到十点呢、啊、从晨至未呢就是十点到下午两点呢、啊、名中日分啊，从未至虚呢就是下午两点至六点明后日分，在这个三个时间呢，乃至无量百千万亿劫舍身布施也不及以受持世经啊，所以你每天诵金刚经啊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，很多人都大感应啊，金刚经也不是很大一部啊，你又可以了解里面的义理啊，慢慢修行，每天诵金刚经，所以这部经是我非常赞叹，而且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诵的，至少你初一十五要诵的啊，或者你六斋日诵一下金刚经啊，是见自性而见自性的就声明实相，人法二空乃是大悟人。法华经这么说，瞻仰尊严呢、啊，目不沾舍。哎呀，瞻仰世尊的这个庄严的仪表，眼睛都不会移动，心常精进，无有间断，受持读诵且行解相应叫做受，勇猛精进叫做持，心不散乱叫做读。见性不明叫做诵，所以啊，这个受持读诵其实还是明心见性的意思。为人解说就是以悟的人能见自性，方便为人解说此境，令悟实相，成无上道。这个是法师无所住相，功德无有变，胜前面的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以身布施就是相啊，相布施绝对不会比无相啊来的功德大，是功德百千万倍啊。五十四，须菩提，以要言之啊，简单的说了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。其实这个都是讲清净自性啊。为什么这部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？这一部就是讲明心见性啊，啊，我们的心性本具足无量的万德庄严、无量无边的功德啊。如来未发大圣者说。如果你发大圣心，就跟你讲《金刚经》；未发最上圣者说，最上圣就是明心见性大法。你发最上圣，你想明心见性，就跟你讲《金刚经》。无边功德者，如果有人在这个经典了悟人法二空，声明实相，人生宇宙的真相就是万法皆空，不可得，功德广大，就同佛心，无有边际，也不可称量。未发大圣者说者，
智慧广大，能见自性啊。这色跟空俱浅，见一切色法放下，但是也不能说我把它色法空掉。你把用这个空把这个色法空掉，你找一个空也不对。色空，色就是有了，有跟空通通放下，不找两边，两边既然没有，就没有中道合力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左边路有左边有右边，才讲这是路的中间啊。你到发射这个太空船到虚空去，对不对？虚太空船发射到外太空去，你说这个太空船要靠左边走还是靠右边走啊？你看这个啊，在这个美国的控制中心里面说，哎，你这个太空船靠左边走，看左边在哪里啊？一看一望无际啊，左边没有边啊。哎，那右边呢？你看，你太空船你往右靠右边走，哎，右边一看也没有，是虚空啊。是有左边有右边才就有中间嘛，是不是？你找空找有，你才有讲中道嘛。两边都没有，那有什么中？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二边既无，也没有中道可立啊。不染万境啊，就是大圣菩萨所行之道啊。未发最上圣者说，什么叫最上圣的根基呢？不见垢秽可心呢、啊？不见清净可求。垢秽跟清净是对立的呀，可厌跟可求是对立的呀。啊，没有看到污秽可以厌离的呀，没有看到清净可以寻求的呀，是无浅可浅啊，也不言无浅，也不着于一个无浅的观念呢、啊。哎，无浅可浅，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浅，那也不执着一个我没有浅这个观念呢、啊。我没有浅，浅就是除啊，嗯，浅除的意思吗？无住不住，亦不言无住，是不执着于不住啊，无住于不住，就是不住于不安住的地方，也简单讲就住于无所住的意思了。哎，就无助亦不助，哎，也不执着我是无所助，所以无助不助就是无，也不执着一个我，我心无所助，哎，我执着一个我无所助，这个还是执着，说不助不执着一个无所助的心，也不言无助的观念，也不着一个我无助的观念，心量广大。阔如太虚啊，无有边际啊，就是最上圣诸佛的地位啊。如果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，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量功德。其实如果你啊，加上明心见性啊，你马上通通很清楚啊。我念一遍给你听啊，若有人能受持读诵这个啊，明心见性的法门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。明心见性者，不可称量；明心见性者，无有边；明心见性者，不可思议功德。通通加一个明心见性，马上答案就很清楚。如是人等，即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样明心见性的人，就是赫丹如来。无上正等正觉的家业。广为人说，知见是人皆得成就啊。知见就是了知，知就是了知，见就是见到，了知见到了这个人一定成就不可思议功德。这个是上根器的人声明这部经典了悟佛的意思。此时大圣经典为人解说，令诸学者各自见性无相的道理。所以你在这个生活当中通通要加一个无。我告诉你，世间人用有来享受这个世间，师父现在叫你一个无上大法。无上大法就是什么？碰到什么事情通通加一个无，不得了哦。
这个无就享用不尽。当你结婚娶妻生儿育女，你要告诉自己，这是短暂的，没有一个真正这样有一天会消失的，没有真正的家庭。当你银行多了很多钱的时候，你告诉自己也没有真正增加。当你银行减少的时候，你告诉自己也没有真正减少，都是短暂的东西，你就不会难过。你有得快乐，失就痛苦嘛。当你拥有洋房汽车大楼，就告诉自己也没有这些东西，真正这些东西都是短的。来，平常生活都加一个无。你的女儿到美国去留学每天在那边哭，没有真正这个女儿啊，究竟处事都是空啊。放下，再放下，再放下，佛法就显现出来了。可是呢，我告诉诸位，很难。有一个佛弟子啊，业障很重，我就告诉他彻底放下，他回答很难，彻底放下很难，明白吗？真的，这凡夫俗子一听到正法，知道啊，万法皆空，可是要那个放下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悟到这个空哦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个无相啊，真理啊，得见本源自心是佛，当知这个人的功德无有边际，不可称量。心佛颂这么说：佛即心兮，心即佛。佛就是我们心自己做的，这心就是佛。心佛从来皆妄物，心的名词、佛的名词，这个都是方便说虚妄的东西。若知无佛复无心，如果你了解我们这一颗无相就是佛，才是真佛啊！世间众生见到的通通是假佛啊！佛像吗？用画的，用雕刻的，真佛见不到了。真佛要明心见性的人才真叫真的，真正的见到真佛，对不对？无佛复无心，也没有妄想颠倒这颗心啊！如果有人知道无佛也没有这颗心呢，使之才知道真如法身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法身佛。在旁边写个无相吗？真如法身佛就是无相佛。你修当体即空，放下。佛没有模样，我们每天念佛拜佛，每天称佛，都没有模样啊，没有形象的。是一颗阳光入万象，一颗阳光画挂幅，旁边写个本性，就是我们的本性。一颗阳光入万象，就是我们悟道，用这颗明心见性的这个清净心来到万法。你到美国明心见性，在台湾明心见性，在脑里都是任何的现象界本性融入，通通没有挂碍，所以一切现象就是实相。悟到实相的人不坏现象。所以达摩大师说，出家悟道，出家人就是佛，在家人大彻大悟，在家还是佛。真的达摩大师就是这样讲的，谁开悟谁就是佛，不再向上论断。现出家相没开悟，不是佛，不是佛。在家即是大彻大悟，在家即是就是佛，知道吗？论清净自性的角度来说，当然我们还是要礼敬三宝啊，齁。不敬三宝啊，礼佛无益嘛，是要先恭敬三宝嘛，齁。无体之体就是真体啊，无体就是无相，没有这个体啊，无相之体就是真正的我们要依靠的真体。因为有相就是希望嘛，无相当然就是真体啊，无相之相就是实相。所以你见一切法
当下就契入无相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不要颠倒，就是这个当下，就是本性，非色非空非不空啊。也你讲到清净之性，它也不是色法，无形象的嘛，非空就是有啊，也不能讲它有啊，它无形象，非不空，也非不空就是也不能说它不空啊，也是空啊，因为无相可得啊，非空就是有啊，非不空就是空啊，夫妇得正的非不就是不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非不就是哎，非不就是空啊，夫妇得正啊，非不空就是空啊，不动不静不来往啊，清净之心没有动，也没有静，也没有来往，无异无同无有无啊，也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无相嘛，啊，也没有所谓同，因为千差万别还是存在嘛。无异是指本体，无同是指千差万别的相，哎，无有无，没有有跟无这种观念，难取难舍难执妄啊。什么叫做清净自性？清净自性取不得，无所执着。舍你要放掉，放不掉，当下就是难执妄。把笔拿起来，难执妄就是没有办法执妄描述，没有办法用语言画像来描述到底我们的清净自性是什么东西，画画不出来，写写不出来，就是难取难舍难执妄，内外圆明到处通。如果你明心见性，哪里通通通？一佛国在一沙中，把笔拿起来。一佛国就是大，一沙表法的，表示一念。广大的诸佛就在你一念当中，一粒沙也是表示一念啊，一念就含大千界，就是大，所以。一佛国就是大，一沙就是小，一粒沙是小，大千界就是大、嗯、我们这一念所有的广大摄归在一念，这一念就包含大千世界。一佛国就是大，在一沙中，就是在一念中就是小，大回归到最后还是一念，一粒沙含大千界，这个小小的这一念头就包含了大千世界，笑就含大，一个身心万个同，一个人这个身心各个虽然不同，但是只要你明心见性，见到了清净自性，每个人都相同，哎，是一个人生，只要有这一个人明心见性、啊、就算万个同，就是千万个人在一起也同具，同样具足清净的自性，就是一个身心万个同，千万个人都同一个清净自性。知之悉会无心法呀，如果你了悟了，你就知道这个无心法，不染不净为净业呀，因为染净是对立的东西呀，染净是对立的东西呀，善恶千端无有无啊，善恶还是对立的，哎，善恶放下，千端百般的千，百般的善恶，通通放下，这对立的，无有有跟无还是对立的。你如果放下对立的，就是南无大迦舍，这个就是禅宗啊，第一初祖，你就是传佛的心法，即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闻解经义，如说修行。广为人说，无相之法令诸邪者悟明心地，人心无相无主之行，开发心中智慧光明，离诸尘劳妄念呢、啊，共成无上菩提呀、啊！当知此人附和自性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在一身内啊，这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悉菩提，若乐小法者，如果喜欢学二圣人的啊小法，找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前面是讲相啊，前面是讲找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
现在是着见了，见就是内心的精神主体的意识形态啊。相是外表啊，物质啊，相是外表，现在是精神意识形态的主体啊，进入维系的这个事项，找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即以此经不能听受读诵啊。世尊知道众生啊执着的太厉害了，金刚经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听得进去的啊，即以此经不能听受读诵，为人解说这落入小法者，凡夫异顿之量啊，不能听信广学无上菩提，只修福德六道轮回因果之法。纵使强学执着多闻，这个就是学者啊。学者记得、哦、研究佛法，把佛法当作学问来研究，只能造就几个学者，不能造就祖师。造就祖师这个大彻大悟是真枪实弹的东西，是真正有正量的圣人的。其实啊，行家有没有啊？一出手啊，行家一出手啊，便知有没有，有没有见性，开口就知道。就算你强邪执着多闻，为人解说，被明眼人去着，去着就是看透了，看破了。我们台湾话叫看破卡丘啊，看破手脚啊，手忙脚乱了、啊，一场败缺，没有悟，你说你悟。内行人一听，哎，知道你是骗人的。现在这个社会电视报道的就这样子了，敛财骗色一大堆啊，嗯，假借着佛法，对不对？胡搞乱来。所以啊，我们呢、啊、一定要有善知识的指引，要不然我们分辨不出哪个是正，哪个是邪呀、啊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若有此经，哪一个地方有金刚经？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这部经是叫你明心见性成佛的呀。当知此处即为是塔，就是佛塔呀。佛塔你要恭敬啊，所以皆应恭敬啊。你要坐立啊，要围绕啊，以诸花香而善其处啊。啊，哎，要点种种的香，善种种的花来供养。在在处处，如果有这部金刚经。一切众生呢、啊，六根运用啊，种种思维藏在法性三昧之中。言而必生，生意的应用，通通明心见性。出一切境界，当体即空，不打执着，不打妄想，不打颠倒念。啊，若无此理，在在处处就有此境。一切世间。是说有为之心呢、啊？天人阿修罗，天就是单一的心，喜欢享乐；人有善恶的心，阿修罗嗔恨心，但从这个心不得解脱。你只要存这个心，就没办法解脱。所应供养者，如果没有天人阿修罗心，天人阿修罗凡夫的心。这是供养，没有这些念头，即为是塔，解脱之性，唯唯高显啊！哎呀，一个大彻大悟的人，那不是你用意识形态可以思量的、啊。所以世尊在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啊，就算舍利佛啊、目犍连啊，用他们的思维啊，百千万亿劫啊，也不能了解佛陀的意境啊。这个就是说清净的自性悟道的人，不是你用语言意识形态可以揣测可以模仿或者可以接近，完全高深不可测啊，微微高显，所以叫做塔，以诸花香而善其处，当以解脱性中开敷之见呢、啊，心直万圣呢、啊，开敷佛的之见呢、啊，啊，佛的一生一世所讲的经，无非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啊，开佛之见，示佛的之见，悟佛的之见，入佛的之见，
开示悟入佛的之见，所讲的经典就是要你入于佛的之见。心直万恨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成道呢，哎，我们万恨都要修行，万恨离不开法界，万恨当下就是法界性，就显现出来了。